位置呢個亞街老街啦，啊咁啊見到五點九啦，咁啊見到哇好熱鬧啦嚇，因為呢個就係即係亞街老街有一節啦，近深圳街道咧就即係街市街嚟，幫埋只狗嚟買餸。狗狗隻眼有問題喎，隻狗喎，見到一隻眼咯，一隻眼有問題，唔知係白內障咁樣。咁啊，都經過啫，今日就咁啊，行過去落豪坊嗰邊，旺角都拍過多次。喂，最後一條兩條。啊，呢條街都特別嘅，一到呢個鐘數多人。啲藥房嗰啲，依條街已經繁忙啦，出邊都係萬好繁忙。咁啲人要浸濕啲紙皮啦，收集咁啲紙皮。啊！啲賣雞嘅清曬。啊！賣肉嘅咧。呢度廣東道啦，依一條嚇行過噶啦，呢個都即係街市一條街市街咁樣啊！一對鐘數咧好多人，好雜亂，好繁忙。咁啊，唔轉燈下去啦嚇。因為今日條路線就簡單啲，諗住行亞街老街，至到其實 random 啦嚇，條條都影過曬。十蚊，十蚊，一掃嘅走地街慳十蚊，哇咁多嘅優惠，係咪蝕錢咪就係咁樣？跟住呢度藥房。龜苓膏哦，賣涼茶啦，賣菜。大力噶，全所有打盤都係十蚊兩份，任卡達十蚊兩份，仲快啲。啊，好熱鬧！咁啊，北京北角行到嚟朗豪坊。大力噶，全所有打盤都係十蚊兩份，印卡達十蚊兩份，仲快啲過嚟揀。咁啊，大力噶，全所有打盤都係十蚊兩份，印卡達十蚊。呢條新田地街，我都未行喎，新田地街。啊，對面有間牛當。牛當好似冇當初咁多人排隊，不過禮拜六就有排啦。哇！點解啲人紅燈都過？今日咧就亞街老街啦，行入去朗豪坊睇下啦。朗豪坊都好耐冇行。行一陣羅湖坊咁樣，因為佢上次係 Eva 展咧，而家好似應該都變咗，我覺得有冇變到？更新一下咯，想。啊，呢個位好多巴士入嚟，因為佢呢度新田地街咧有巴士站。好多巴士站，必經之路啊！呢度係呢條即係新田地街。即係今日都拍咗好多嘢，咁啊都再拍多啲嘢啦。即係但又唔想話咁辛苦。
即係簡單啲，行嚟旺角嘅朗豪坊算數啊。咁呢度牛當。嗱，唔多人排隊，係兩個啫。啊，都有咯，叫做。真係普通牛肉飯嚟啫嚇，咁唔知點解啲人即係我都係啦。佢落地嗰下我都未食過，不過都好嘢嘅，仲 keep 到，即係佢啊係咯，對面都好繁忙，即係 keep 到嗰個氣勢咯。因為好難嘅，有時咧我見到啲鋪頭咧頭嗰十日咯排隊咯，跟住冇，即係質素唔得啦。車好快，上海街啊，咁啊有啲街我就會以一條街做一個主角啦，呢個就冇隨意行啦，呢個純粹就係想入去朗豪坊翻一個圈咁樣。一個圈都冇，可能上到去四樓咁啊，睇下個 food court 就算。朗豪坊啦，咁啊成日都陽季咁啊款嘅啦。喂，這個 landmark 係成功嘅，坦白講，即係我唔知點解，即係我行好多旺角嘅或者係唔同地方，即係油尖旺咧，所有地方我見到呢碌嘢。即係你行啲高啲啊，咩京士柏啊嗰啲位咧，高少少嗰啲。位都見到佢，呢碌嘢係成功，個建築設計係成功。雖然有啲話咩陰氣好強，咁唔怕啦，咁佢成碌陽具咁樣掟翻雲啦。你話陰唔陰都有嘅，咁佢個 lift 都試過壞啦，係嘛？其實冇乜商場唔陰嘅啫，同埋佢又係有個即係地牢咁嘅款啦。但已經算是我覺得不是很陰，因為它可能抵消了它那個建築設計，但它依家踩住呢個位置是陰，因為它啲係砵蘭街嚟嘅，踩住嗰條砵蘭街是陰。嗱咁啊，放工時段很多人啊，又嚟到呢個很奇怪的一個不知名的一個雕塑。咁呢個位置都變化好大好大啦，由以前 H&M 變咗 Adidas 啦。咁啊，入得去嘅，咁入。量一量體温先，36.3。就呢個就唔特登睇啦，咁啊純粹經過，我冇 lift 搭上去，有電梯搭上去。純粹啊，順便更新一下啦，成個旺角嗰個情況。Body shop， 哇！姜圖餐係咪升級咗？咁撚貴嘅，90幾蚊一個麥記，慳足23.5，即係兩個包兩個餐，兩個餐加埋一齊，兩個包兩個批可樂薯條，唔抵咯！我覺得傻。以前可能你兩個餐60啫嘛，係嘛？咁啊，麥記都有啲人嘅。都唔算多人啦，
多方而家都。咁啊，再上去望下。其實一個熟食中心咧都可以下一排，哦，我解開佢，陣間再拍熟食中心嘅。啊，喺入邊嗰個就應該好快拍完，所以都我睇下即係點樣冚。熟食中心我未拍過嘅，不過就即係你又係唔係好想去嗰啲地方。好污糟咁，八月花咁啊 ，keep 住上咁啊，見到啲餐廳都有生意，同埋都要簽到啦，簽紙仔咁樣啦。再上啊，朗豪坊啦，應該係全旺角裏面都算。數一數二多人的地方，今天都啲人流都勁。源源不絕。啊，都好耐冇嚟。咁啊，我谂喺依层兜下就算啦，就完了。反而依间敏华冰室都间唔中都有啲人识下。哦，变咗个钱 ，OK， 顺便参观一下。I Creamier 啦，呢个就冇咩点变。都是一堆港女在這裡吃下飯工作中有些人拍下拖咁。這條就是曾經做即是意外試過意外的電梯摩天電梯哦又變了啊！睇邊個點乜先？咁啊，朗豪坊係有心搞嘅，佢嗰啲展覽，文肯話啦，咁啊坐唔滿，但都有啲客。就雜不楞咯，今次個展就冇乜特別，冇 Eva 嗰個咁勁。不過 Eva 過咗氣嘅，某程度都算係。日本就 hit 啫，香港就都麻麻地。即係有個好求其嘅鬼滅啦。鬼滅好似話咩出第二季，哦，跟住又係賣玩具咯，冇分別咯。Eva 靚啲，大大隻 Eva， 咁而家係一個玩具展咁咯，啲紙牌嚟嘅。啊！呢個火車頭。幾搞笑，好似火車咁。跟住呢度都受歡迎嘅，啲人都捐入去。啊！呢個真係鬼滅嘅喎，鬼滅件衫，綠色嗰個格仔。就冇乜特別咯，啲公仔就即係來來去都嗰啲咯。我、哦、呢、這個 Bandai 搞嘅，哦，係嘛 ？Bandai 搞 ，Bandai 展啊，眼鏡廠。麻麻地咧，唔係好杯茶，不過嗰日可以再嚟影下咧。冇乜興趣嘅呢啲公仔，因為好多公仔都唔係好識。我而家又係整咗嗰啲咁嘅展。放幾個妹妹喺度，好入去呢度望下，
看埋個 food court 就收工。睇下朗豪坊啲人嘅食相，而家隔開曬啲台。依間茶木，都算即係有啲人流啦，叫做。而家同埋都唔使食到咁急啦，燈籠老尾啦，就佢裏邊有位嘅喎。依家要排隊，麻麻地啦！依間嘢就，或者我唔識食啦，真係我唔識欣賞。啊，今日朗豪坊唔算多，六點零，幾舒服。因為以前就好逼嘅，如果你五六點嗰啲時間，而家你見到都冇噶啦，啲人都即係起碼分佈在不同時段咯，其實可能仲好添喎，你咁樣係嘛？有翻堂食，因為你唔使話谷住喺同一段時間，啲人咪又冇時間即係清潔啊咁樣咯。因為你全部禁咗佢啦，堂食係嘛？但係好殘忍啦，係嘛？叫啲人喺個街度食，啊咁呢度都坐唔滿，啊都可以揾到位。咁呢度咧，你見到咧，哇！呢個 food court 都要填紙仔，哈哈。OK， 啊，一個新常態啦。啊，依間壽司仲喺度，貴嘢嚟嘅依間。食嗰啲 omakase， 係咪 omakase？ 幾錢啊？128蚊一個飯，一個魚生飯。一個咩吞拿嗰啲咩三文魚子海鮮海膽絲杯128，啊嗰啲壽司幾錢？88蚊，68蚊一嚿。嗱呢只貴嘢，啲壽司都60幾蚊一嚿。我哋平時嗰啲係60幾蚊一盒噶嘛。一大盒噶啦 ，OK。咁啊，成個朗豪坊大致嘅情況係咁樣啦。咁啊，啲人都開心翻嘅。啊，咁啊，影到你呢度啦。咁啊，多謝收睇。